文明游客。 尊敬的游客， 欢迎您光临凯石矶景区。 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， 在游览过程中请注意如下事项：一、购票参观时请排队，有序进行，注意人身安全；二、请保管好随身物品，照顾好您身边的老人和小孩；三、景区内请勿奔跑、攀爬、戏水。未开放区禁止。 尊敬的游客，
生命的老人和小孩。三，景区内请勿奔跑、攀爬、戏水，未开放区域谢绝进入。